李棟旭最新畫報公開，變身Sweet男友令人心動。BNT 新聞訊，韓國演員李棟旭為台灣某時尚雜誌3月號拍攝的最新封面畫報5日正式公開。画报中的李棟旭消化了随性前卫的时尚造型，帅气颜值令人视线集中，举手投足间散发出的 sweet 男友魅力不禁令人心动。王荣文 L 台湾图。